妈妈是在哪边？那个，我带她回去好了。哦，我到你那边嘛。哦，那是啊，好 ，OK OK， 谢谢你哦。不会。哎，来，我们带你回去好吗 ？OK。坐警车吗？对。哦，很酷哎，坐警车耶。好不好？我们上。超帅的，要不要？好不好？我们上车。他听得懂中文，早听得懂。嗯，我们上车好吗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试试看，站起来。哇，超酷，坐警车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哪里有没有哪里痛？你有没有哪里痛？嗯、这里哈、哦，还是我请救护车来帮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可以走吗？可以走吗？哦、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还在找他，现在在。哦，不然站起来掉下去应该是摔倒。他有跌倒了。他说他这里他应该是跌倒。可以走路吗？可以吗？那叫一九来给他擦一下。可以啦，他哦，好棒、哦！不然就去古早亭那边再叫。那、啊、这台车子是他的？是他的啊，然后就帮他 S 三。你的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牵回去。店里的好，没关系。店里是什么店里？就是、那古早亭，我等下我扎回去好了。我会想看。哎，来走。好啊、哦，那你加油啊！好，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对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后面你后熬到熬到。他可能有跌倒，那个脚可能有擦伤哦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拿好了。